后场击球是羽毛球的入门技术，千里之行需始于足下。反手地球发力方法以及在握拍上有哪些注意事项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严毅，今年30岁，打羽毛球打了有一年吧，最近一段时间就没有太大进步，主动进攻比较弱，这也是我一个问题。 一直想找一个好的机会，说能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指点一下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赵指导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姓严，姓严是吧？对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现在就当一个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来往。好好好好，行，这样，等一下呢，你就先再打一打，嗯，我看一看。好嘞。来。 好，行，活动了几个，我感觉上哈，这个发力还相当不错。为什么？就有些球还是可以打到后场的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，那个球如果比较有时间的话，打的会比较舒服。当别人就打的比较快的时候，那你的击球点比较偏后的时候呢，那个球就打的不舒服了。对对对，啊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是击球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步伐。我刚刚打了几个全场以后呢，就明显就是步伐上面，你跟不上。 还是练的就不熟悉，所以你不够快，对，你变成你可能只有一步，对，再远一点，你一步接不到了，就又少一步，那个就有点辛苦了，是是是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反拍，还可以，就是可以打，但是呢，那个球过来就说有点不顺，嗯，等一下我们就从一个方面，就是从后场我稍微讲一下后场的一个高球，嗯，还有它一个反拍，我再教你一些过渡，这样好。 那个后场，比如说有高球，就是很高的单纯的，有个叫平高球，还有一个叫平球，所以这里面有三个概念在里面，都可以用。比如说很被动的时候，我打个高球，目的就是说我有时间回来，啊，争取时间。平高球是带有一点进攻意识，平高球是很重要的一个。那为什么讲它重要？因为这场地就是说就这么大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靠什么把别人拉开呢？高球跟吊球。 啊，你高球打得越后，质量越好，那它跑的位置就越大，你吊球吊得越近，越贴网啊，在质量高的话，它的也跑得多，所以这样它场上面就拉开了，空档就出来了。但是你刚才这个高球呢，我就说第一个呢打得不够到位，不到位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的高球啊没有球速，嗯，啊这个概念就是你的球是送给别人的，慢。 对不对？就是我如果跟你打的话，你打高球，你是送给我了，嗯，变成我来选择怎么打你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其实首先一个意识方面要有点改变。我的高球是要拉开点，不是送给你。对。所以你的第一个呢，就球的弧度不要太高了，我要打的稍微快一点，我给你不舒服。嗯。你过来球可能比较高，给我舒服一点。嗯。对不对？如果你平球呢，它可以到很，可是它太平了。 人家可能在这个中间就可以把这球拦到了啊，就可以拦截。对对对，但是每个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通常用的话，就是平高球用的比较多。那其实真正的变化，主要在拍面的控制。拍面啊，是发力到最后基本是一样。拍面是手腕的控制还是说？拍面当然是在这个地方。在这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在这个地方控制。好，这样我们来试一下。好。对的。好。 放松啊，不要拼命用力。对手腕力量集中一点。对，放松。对的。好，停一下来。我觉得这几个球就有点像平高球了。我不懂你自己的感觉啊，就是说这个球的球速已经快了。嗯。人是这样的，当你这个提高的球，它辅助的东西也要提高，也要跟进了。你如果说这个球打得很快，你还站这个地方，好了，你下一拍就开始被动了。时间更短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当然这里面就是。 这个就是在控制跟被控制的情况下，好，我觉得不错。反正我再做一些示范。好，当然我刚才就是看到有一些就是发力的问题，嗯，比如你这球还不是特别厚，啊，不厚呢，当时你就变成你人家的场地就小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最后的一瞬间，就是这个一瞬间。
这个对我看你是这样收了一下，好像是我一般我就你是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没有爆发出去，所以应该你是这样挥出去或者叫打出去，我们这个是要闪出去或者爆发出去，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我说你应该是有力的，但没有好好的用了。对，我不会用这个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一开始你先不要用力，你像比如说这个球，你可以轻一点这样，所以他这个球他也可以出去。嗯。还不够干脆啊，干脆一点，再干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停。感觉怎么样？可我感觉有点出手以后拍子不太能控制住。对啊，这个你怕飞出去。我要如果顺着下来感觉好像能卸力，这样的话其实很简单。嗯，像我现在对没打球这样，我的手应该是很松很松的，但是你也抓不走这个拍子。嗯，后面两个手指可以抓紧的，没关系。就是你如果真的怕掉出去了，这两个手指是你拿来看，你拿得出去吗？啊，你用点力没关系啊，他不会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又很放松，他真的用到力的时候，他可以，你看这个碗力就可以出来了。那你跟这样，你看这两种不同样的，是不是？再试试看。好，放松一点，不要怕。所以您打球的时候，这边一直是这两个手指头用力的是吗？也不能一直。嗯。我只是现在告诉你，这种是应该是不会，但是你再松一点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啊，慢慢寻找一点感觉就好，好吧？再试试看，来。放松，对，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哎，对，很好。对对对，很舒服。好，停。我不懂你感觉，反正我的感觉很舒服，好像感觉一下那个劲啊。对，而且球好像也比较厚了一点啊。啊，包括到了你要杀球，其实概念是一样。嗯。啊，打球不是说拼命用力，你用多少力？对对对。是要看你用多少力，用在这个打球的那一瞬间嘛，主要是。所以你有时候你要提问一下自己。我用那么大力，我所有的力是用在那一瞬间吗？对，我也经常有这种问题，就是说你如果用了很大力，实际上你没有用在那一瞬间，那是浪费你的力。